的所谓快乐学习，学习快乐，我觉得那一天在那个当下的那一刻，威力的那一首《你是我的花朵》跟全班所有的大家的那种愉悦、那种快乐、那种分享，我觉得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对。我看集体能耐就快乐，然后我又觉得，哎，年过五十，年过六十，甚至清风大哥年过七十。我觉得你们是最没有啦，我还三十啊，三十几岁而已。我真的当下，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是最有资格快乐的，对不对？